发布于2018年2月29日，50:50来源：中国军网编辑。侯英俊搭载在皮卡上的 X-MADIS 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无人机攻击，美国军方已经研发出了一项新技术来击败敌方的无人机。在军方的要求下 ，Serenavoda、Ascent Vision 和 Rodai Technologies 三家公司共同开发了远程移动防空综合系统。X-MADIS-PEDITIONARY-MOBILE-AIRDEFEIN-TEGRATEDSYSTEM 简称 X-MADIS， 搭载这款强大的无人机杀手的加强型军用 MIZR 越野车，可能是在未来打败无人机的最佳答案。越来越多的无人机威胁，近年来美军越来越多的遭到无人机的袭击，爆炸物、化学武器、生物武器等可以装载在无人驾驶飞机上，以达成攻击目的。无人机不但可以作为致命的武器，也可以作为监视器，使美军陷入重重险境。无人机可以显示美军的位置、数量、他们的车辆是否有装甲、装备情况等等。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，小型无人机的使用变得更加轻松简单，可以随时供所有人使用。这其中也包括恐怖分子。恐怖分子不但学会了使用无人机，还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同时发射多个无人机来达成攻击目的的战术。为了解决这些威胁，美军必须要具备同时击败多个无人机的能力。X-MADIS 远程移动防空综合系统应运而生。远程移动防空综合系统 XMI